当你在地球上沐浴的阳光中尽情享受太阳温暖的气息时，你是否知道你正在晒着100万年前的太阳？别看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，一颗光子只需要8分钟就能走完，可从这颗光子产生到到达地球照射到你的身上，它已经经历了100万年。当那颗照射在你身上的光子产生的时候，地球上甚至还没有产生人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要先从太阳内部的构造说起。大家都知道，太阳的能量都是从正在发生和聚变的内核释放出来的，而太阳光子也是从太阳内核中的核聚变中释放出来的。因此太阳光子要先从内核到达太阳的表面，可正是这短短的从太阳内核到达太阳表面的几十万公里，就需要耗费掉光子上百万年的时间才能走完。这是因为虽然太阳是由氢原子构成的，但它的密度非常高，特别是太阳内核的密度甚至能达到氢的10倍，并且太阳本身在进行核聚变反应温度又非常高，内核温度可以达到1500万摄氏度。因此太阳上的高密度物质并非是固态，而是都处于等离子态，而光子就是要穿越由等离子体构成的辐射区才能到达太阳的表面。可就是这短短几十万公里的辐射区，由于里面充斥着等离子态的氢原子和氦原子，光子会频繁地撞入这些原子，而后被折射反射，进入被称为随机漫步的状态。举例而言，假如你迈出家门时进入了随机漫步状态，那么下一步是往前往后还是往左往右就完全是随机的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也许你走一年才能走到平时5分钟就能到达的小区大门。而随机漫步的光子即使是在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在穿行，可要穿过辐射区却要花费长得多的时间，这个期限可以是上百万年。而当光子终于历尽磨难到达太阳表面时，等待它的就只剩下星辰大海了。没有了阻碍的光子终于能拿出宇宙第一速度的实力，它会在8分钟之内跨越地热之间的距离，给我们带来赖以生存的光和热。所以当你尽情沐浴阳光时，你可以说已经穿越了百万年的时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